来上一个发酵好的黑蒜，发酵好的特别有营养。芝麻海苔拌长腿啊，先拌个头。嗯，老香了，原来双击啊。今天来个生姜虾，腌了三天三夜，尝尝味道。脑子都蹦出来了，哎呦，内心是拒绝的，老铁给我双击。不大不小的海螺是最好吃的。好久没有吃辣蟹腿了，今天来两根，必须来点辣椒面。喜欢吃辣的朋友给个双击。太爽了，朋友们支持一下，给个小心哦。这个双击不要了，就你们不包车。
来来来。螺蛳粉拍下发气包，再送一个这个定制的勺子。